麦，我听见麦肉来了。你吃嘞？你不吃，你不吃叫我干啥嘞？你说你也买肉来了，不上班呀，我礼拜二回来的，七号回来，七号下午1:30到家，回来几天了？在家休息休息，上个月。上个月才发2600块呀、啊，一个月呀。上一个月夜班又不管吃不管住，上个月才发了2600，住宿扣150，还个人所得税还扣90块。然后吃饭，有时候买个玉米，买点方便面，我在鞋柜那儿不是吃吃吗？没有怎么去餐厅。然后发了2600，然后我就不干了。七号发工资，我直接回来，不想干了，工资太低了。要是在那2600出，再出去你买了2顿饭，然后就不挣钱了。然后我说算了，回家吧，累的跟啥一样，然后直接就回来了，不干。找了个。然后拼了个车，然后回到家了，在家歇一阵子，等到那边旺季工价高了，然后再去。他现在富士康属于是淡季，苹果手机生产厂，旺季的话也就是7、8、9、10吧，就这几个月。今年我看那树都烂掉。然后我是去年8月20号嘛。干到11月25号，那时候工期都结束了。我12月26号续签合同，干到3月6号截止。续签嘞，再签的话，只有转正的合同。然后好多人都不干了，都走了，然后我也不干了。1月底吧，1月底2月初走了有9万人，然后到3月6号走了有5、6万吧。厂区基本上没啥人了。线都拆了，车间也合了，然后接下来他肯定再缓一阵子之后，然后再招工。再招工的话，可是做苹果15。现在做的还是14。新产品到10月份才上市。不过。富士康12个点不挣6000-7000呢，哎，哪有12个点呀？天天有时候让你上正常班是8个，有时候加班加1个，有时候2个，有时候3，有时候最多的时候8+3，8+3也就是11个小时，没有12个。加上吃饭1个小时12个小时，但你吃饭那1个小时没工资，不算你上班时间内没有工资的。最多也就是上11个小时。你们那在家喝过？8点对8点也是12个。人家也不可能给你多算一个点儿，他们又不傻。那个小时没钱。今天不是礼拜天呢，明天礼拜一嘞。又不穿半截子。半截喝点汤。你今天是不是也上班呀，浩南哥？今天礼拜天。吃了，刚吃过。明儿俺爸还得吃饭呢。玉米是重。农村也就这样，家常便饭。工地上没有上下班，有事就去，没事就休息。那你今天休息？我
落了，太阳都下去了，一会儿天都黑了。俺奶奶喝酒，看你们吹牛逼啊！哎，天天喝酒都变成酒鬼了，我们都不喝酒。热锣喝啥？不上班。是不是？是不是今天工地上没活呀？没有事。搁什么时候吃去啊？你回去是今天没事，下个星期就开始忙了。明天礼拜一嘞。啊？你钱？嗯。挣钱吧，一会儿你嘴就坏了。啊？俺妈聪明着嘞，是吧？下午去外边转了一圈，然后又去了我们河边那儿，好多人网红基地吧，在那转了一圈，然后又回来了。可多人都老年人在那儿，老年人在那儿看，有几个年轻人在那儿拔河呢，拔河比赛，还有几个跳舞的，尬舞嘛。好几个人在那看，好像跳的没几个，倒是看的至少有七八百人，在围着那个圆圈看。我去看了一会儿，然后又回来了。那会儿太阳可多，没有，有呀，肯定说没有呀，没有。河里那儿不是相亲，河里那儿都是玩的。就是每天下午的话都有那儿跳舞，它属于是个小广场，都在那儿尬舞，然后唱歌跳绳，拔河比赛，有时候然后看的基本上都是年纪人，上了年纪人搬个凳子啥的在那儿看，可多啊。我看了一会儿然后回来了。然后有几个小摊卖吃的，一个卖炸香肠的，有个小孩子玩那个跳跳床的，还有一个卖啥的，炸串儿的那个，就那几个，然后没了。但是人可多。卖，你吃肉不吃？我给你卖点吧。我给你买来这儿啊，给。也不吃。搁点那个瘦的猪头脸儿。俺妈不吃奶，咱吃吧。俺妈她说她不吃，咱切点咱吃的。我买。我三只，跑。外边邪乎着卖熟肉的，在街上吆喝着嘞，要不去买点吧。你听，吴强熟肉哦，这还是乔旺那个买的，熟肉，就是人家弄好那种猪头肉呢。嗯，这搁这边不炒熟。熟啦。闺女说输了。输啊。输啊，可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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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是人家卖。卖那个猪头肉。然后就是卤肉嘛。卤肉。卤鸡爪，卤肉，豆腐皮儿，香肠。卤那个猪头肉，还有那个肺。就那些。人家卤好的，然后。就下来开着那个小三轮车，然后在街上卖。他不去，
你叫他去，他去啊，他不去。俺妈前天的时候去，我去超市买东西，前天俺妈都说你没有买肉回来呀、啊。我说没有，他说你没买点熟肉回来，还是没卖的，没看，那天没有去看超市有没有人家卤好的肉。不是前天去超市了吗？去大超市没有买，这人家在街上喊着卖卤肉呢，煮好的。他刚吃过饭，你问他吃不吃，他肯定也不吃。奶奶，你吃不吃？我这买点吧。啊？买点吧。我吃咬不动毛牙。啊？咱不吃了，毛牙咬不动啊。人家煮的可浓呀，买点吧。不买。咋了？咬不动，咋说咬不动？明天吃呀，别问了，买就是了，问就是不吃，舍不得。人家卖了肉，有时候那肉可肥，就是猪头肉，有时候带那个猪耳朵啥的，肥的，猪舌头、猪鼻子，就那种肉，好像20多块钱一斤，25一斤吧，应该是，那肉挺贵的。我说吃了给他买着，俺奶奶说不吃。他不给你买，你叫他买，你看他给你买，他不给你买。太了解你了，哎呦，有点冷，晚上。我要是买回来，你说俺妈她不吃？那可不吃。啊？那可不吃。我去给她买点吧。你出来。啊。我去看，我去买点去。哎，行吧，买过他，他不干了，你过去干活去。走，去，我去看看，去买点去。哎，哎呀，我的天！你们晚饭吃了没？好难搁。然后一看人家都走了，走去瞅瞅，看在哪儿吆喝嘞，他哪个手机嘞，我还没吃饭，你吃饭再去叫外卖呀，还是咋吃？好像在那边喊。听着声音可远了，就是五香熟肉，我回去不买，俺妈不让我买，我回去俺妈要打我，买了之后。
骑车这样，俺家有电三轮车，我不会骑。通通来一遍，肉通通点个遍呢。那得多少钱呢？你说老板买的，我说哪有老板呢？跟哪儿呢？那个车应该就是。嗯，他俺妈倒。你看这做生意的，他咋走呢？大哥买单，你怕啥？你看我过来，他开着车走。傻逼玩意儿！我都走到这儿，他开着车跑，你说你跑啥哇？我一嗓门喊他给我拐回来呀、啊！妈，人家说我250的，我在沈阳那边去，我也不去了。去求吧，哪会儿在那扔的，烦死了！我都走到这儿了，他开着车跑那儿。回去吧。你信不信？你信不信？咱打个赌吧！我回家之后，俺妈肯定说我买了肉回来了，你信不？俺妈就该起来了，你就剩个250，哎呀，跑了好不？这买肉的他不想卖给我，我要一嗓门给他叫回来，买肉的拐回来，他车立马掉头过来了。农村就是这样，知道不？就我嗓门一喊，信不信那车掉头就拐回来？前天的时候，俺妈都想着吃熟肉的，没有买。我这一回家，俺妈肯定想着我是买肉回来了。等我回去做个样啊，回去做个样，就说我买了肉，买了肉，看俺妈出来不出来，咱打个赌行不行，大哥？咱打个赌吧。我说我回去买了肉，然后给俺奶奶给俺爸妈吃，你猜俺妈出来不出来？村里人出来一看，这谁还啥时候回来？没节目了。这傻货！我看到两个鸟窝，那不，两个，远，挺远的。我感觉穿个毛衣咋这么冷哎？我手都是病的，
我走吧，俩都是饼。这两天就是降温的呀，我感觉老冷了。别说话，我回家看俺妈出来不出来啊，试试。出门怕碰到重庆人，尴尬。奶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25块钱一斤呢，25。哎呀，我这怎么也收不来？我要前脚跳跳吧。我腰不动坏了。你腰不动？就是贵，人肉好吃。买，你吃不吃啊？你出来吧。张亮先抹药一会儿。妈，这个银行贴买回来，你吃不吃呀？你起来吧，我提着的干，跟着你去尿弄弄。啊？切切。你切了我不切。你切了，切点半买嘛。咋？你起来切点半碗干，你闻不见香气儿，多香闻着，可香呀，还是那人买那熟肉呀，我一次买瘦的没买肥的，啊，容，那可不是，呀，30，搁那核桃啊，我核桃搁那了。我点的肉啊！你说那我点的核桃还是点的肉？我点的核桃，俺妈非说我点的肉，俺妈非说我点的核桃。哎呀，你是看核桃看走眼了吧？肉呀！这明明都起来了，都穿鞋了，都又躺那儿。妈，肉呀！肉啊，哪是核桃啊？哎，叫是核桃了那明明肉，你非说是核桃。也我也看个肉。你不吃我算了，你尝尝。那他不吃我算了，拌咱好好酸面拌拌，咱吃吧。还给他叫他菜吃了，他还不吃。你也不吃，那咱别管了，咱跳了，咱吃吧，该拜。放上早午，咱跳了，咱吃。跟他说提肉，他非说我提的核桃。你说这人真是的。啊，好大午啊！你要不吃呢？俺妈一说搁的肉都穿鞋的呗，还问着那肉浓不浓，我说浓，这不是穿鞋的。俺爸看见我提的核桃要躺那儿的，我说不是核桃就是肉啊。他说看见核桃，我说那核桃肉，赶紧切吧。然后
他又躺着还不出来。我去各种去了，看见人家买肉的那车就往前走啊，不动啊。卖卖，卖卖，起来吧。你问我手香不香，我手都摸那肉可香。不会你问问香不香。不香。香吧。不香。不香。赶紧切吧。我切肉还是吃肉呀。你吃我吃去了。给你买你不切咋吃嘞。不吃。我不喜欢吃。赶紧切。你别切啊，你别吃。俺宝儿说等会你吃。等会我也不切。俺宝儿说。这你不会啥子。俺爸还说是赶紧叫你吃这儿，不吃，快点吧。呀，热把想吃都喘气起来了了，干嘛要躺那吃？吃劲儿不吃你疼谁呀疼？你疼我你就有我也不吃了。那你躺着谁吧？那你不吃我算躺着谁？我就不吃了。你不稀罕躺着谁吧？谁吧谁吧谁吧跟谁吧就谁就躺着谁？大姐你稀罕来，我口面。谁？俺妈不吃不中了面再吃吧呗。俺妈她又不吃，现在。她不吃。是今天先不吃了，明天再弄吧。俺妈说她不吃，吃饱饭了，她不想吃肉。明天了再切切跳跳说。你说啥呀妈？啥坑金球？这话啥话呀？怎么坑金球弄啥的？跟你说这个，你说坑金球，你吃不吃？不吃啥？你看谁吧？谁吧？我说你今天不吃，我说明天呢，明天再挑挑。俺奶他都吃了饭了，也不急，明天能把肉再挑挑再吃。你要等开干抓了，那等可不呀？哎，喊着你吃还不吃，真是的。妈，你别睡到半夜偷偷你娘肉吃喽！你睡到半夜，你娘偷偷跑找我要肉吃，我咋弄哎？不中，明天一定买回来。明天要是找不到肉，肯定拿棍打你，打你呢！你明明都起来了，还问那肉浓不浓？我说浓，你煮的可烂，赶紧去吧。那明明都起来穿鞋的，得又躺那儿了。搁冰箱里吧。哎，搁冰箱里吧呗。我不想冒险。你搁冰箱里不？啊。叫口接着呗。我家还是。你看看，他都起来了，他又说他不吃了。我问他我还有点肉，他说的多少钱一斤？我说25。他说你搁多少钱？我说30。他咦，搁恁些。俺妈说肉，哎，那肉浓不浓？我说可浓，这命都穿鞋里又躺那儿啊！这命昨天都穿鞋里，得我躺上床上。
你说亲人不亲人？你不吃，你不吃我算了。你不吃了，我明天俺吃。就是，明明就起来穿鞋来了，又躺那儿。没法。他根本，俺妈说他不稀罕肉。咱就买面包吃去吧。那种面不去。我不想去买。还买呢？我不去买了。我不想去买面包了，老实的慌。那柴油柴油。不。人家俩灯都没落。那我开开了呗。关着我吧。哎，给我吓得肚疼。